那这个好听，谢谢，想哟。好，你不觉得台东很热？很热哦，现在才四月呢。如果你们七月八月来的时候，那我就蒸发了吗？我们可能会融化，我会瘦20公斤。希望啊，蒸发，蒸发好，蒸发好。反正台东的太阳是一般外县市的2倍，所以来这边其实不用防晒了，就可以黑黑的回家。我们是喜欢黑的了，我们不怕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唱的一首歌呢，就是是我们乐团的一首歌曲，然后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《凉凉的风》，然后是在写这种天气底下所的创作，那听看看。炙热的阳光照着我，太阳改变了一切，也改变了我。坐在凉凉的椰树下，吃着凉凉的冰棒，吹了凉凉的风，吹入我心头。我拿着吉他，炙热的阳光照着我，太阳改变了一切，也改变了我。坐在凉凉的椰树下，吃着凉凉的冰棒，吹了凉凉的风，吹入我心头。你们开心一点，有凉快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去那边拿个冰的饮料，就会凉快。啊，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呈现的方式就很像我们在，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多伦里面长大的孩子，然后我们喜欢就是弹吉他、唱歌这样子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大家坐在一起，然后分享自己
有的创作或者是唱别人的歌也是很开心。